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演讲《寒山大师慧寒歌》。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吉祥呢，注意看好哦。拜佛容易敬心难，以不虔诚重是寒。我体虚寒空虚力，孤老苦破也多人。那么这就是跟您讲，你拜佛念佛爱虔诚爱恳切，爱抱着感恩的心情来拜佛，安尼呢才好多达成拜佛礼佛的意义。无呢，你拜佛人人会用拜啊，但是呢，你有这个尊敬心，这无遐尼简单呢。哦，你看天下间。咱下苦的当人千千万万人啊，可是呢，人人有个拜佛啊，啊，几个虔诚心提出来呢，所有人讲拜佛，啊，我也无什么感应，我遐人呢认真拜佛呢，也无看到这个种种的这个感应伫啦。无你讲无法度看到佛祖，无人看到你莲花，啊，莲花看袂得，无嘛看只莲花影诶，好、哦、爱看佛祖放光。看到佛菩萨啊，拢总无啊当诶，产生什么感应呢？我要甲注意讲，虔诚心无够有关系滴。好、哦、啊，当然这业种哪杂条、砍杂条有哪关系啦？就是半空中诶有太阳滴，下口这乌云密布呢，杂条诶要进日头无简单。凡夫众生见思迄无断掉，贪嗔痴执着、杀盗淫妄。梦想意识烦恼中心，这个烦恼乌云杂掉的，或是清净的啊，当然感应未到啊。但是上重要啊，是出自对敬心难，你对付菩萨尊敬的有拍折，哦，也佫有怀疑，所以当然拜佛要得到种种哦有正面加分的，这也佫一段距离的。现在讲拜佛容易啊，敬心难。哦，我正讲一句话啦，你对佛菩萨的产生敬心，你对三藏十二部经典啊深入的探讨。哦，以华严经讲啊，讲不读华严，不知佛的富贵啦。你要看楞严经的，无法度知影佛祖伊大智慧、大愿力、大慈悲心。以三心四谛五眼六通十八不共法啊，你才知影哦，阿佛陀地有遐尼圆满哦。哦，哎，主人你卡到软落啊，要拜就拜落啊。哦，要念佛就念袂落啊。这就是你对佛祖认识无深刻，对佛祖伊个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愿力呢，根本无去探讨，去个了解啊。所以当初我拜佛嘛是安尼呢，真正拜佛容易呐，敬心难呐、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呢，咱深入三宗教典了，讲哦，较早咱遐尼功高我慢，佛拜袂落去，拜咧家地呢，规身骨骨头呢，酸酸叫，酸酸叫，像跌甲咁压断去呢。吼、哦，这动小骨呢，滴滴滴，吼、哦、吼，凹咧家地拢会断了了去啊。这款的我慢功高呢，这俩人就对佛做无了解。哦，所以对佛祖了解时啊，你就
心软，心软，三业清净，你准就拜落去啊。所以啊，咱心内还佫有五万共歌，心内佫有意见呢，自我意识佮坚强，对佛陀又佫无了解，当然你拜的佮地呢，敬心难呐、啊，你的尊敬恭敬心就生袂起来。你讲拜佛容易，敬心难呐、啊。哦，你看即马知识大爆发的时代呢，知识分子哦，即大学生硕士。博士的下骨，甚至出家这些人呢，非常非常的多啊，因为伊捌字啊，哦，有去探讨啊，结果讲哦，较早甲这拜佛念佛当作老人的代志呢，当作迷信的呢，哦，佫说来是呢，讲一寡呢，尖酸刻薄、诽谤的话呢，今仔呢，不但忏悔，佮对如来以正法、对佛祖以认知呢，更加愈尊敬啊。安尼叫做啥呢？拜佛容易，哦，敬心无难呐、啊，我会知影哦。好，伊就讲哦，讲拜佛容易，敬心难，已经足严重啊。说来是讲呐，以不虔诚，终是寒呐、啊。有影呢？哦，你就去拜佛啦、啊，哦，啊，但是你心根本都无虔诚心啊，无恳切的心啊。既然无恭敬心的位置呢，那么总是寒啊，浪费时间呐、啊，白费时间呐、啊，浪费了青春尔啦。意不虔诚，意就是你心啦、啊。你心若无虔诚，总是呢想浪费时间尔，白费功夫。伊重点在这所在，所以拜佛的时，咱的虔诚心提起来无唔对。哦，啊感恩。因为呢，百千万劫佛祖要来人间一遍呢，有咱拄袂到就拄袂到啊！我过了百万亿年哦，要拄佛祖来人间一遍拄袂到呢。所以过去一个开悟圣僧讲一句话啊，伊讲：哦，佛祖来人间的时候，哦，我已经呢无在人间，啊，等后呢，佛祖离开人间的时呢。我呢，再来出现在人间，吼吼，这是啥？参悔甲地里靠死啊！佛祖来人间的时，我是无离人间；啊，等下佛祖呢离开世间呢，我再来人间。参悔初心度业障啊，不见如来金色身啊！佛在世时悟定论，哦，金的人心呢分别多啊。这款甘言哦，百感交集就对了。佛在世时，我定论唔知六道多一道了。啊，今仔日已经得到人生有机会做人啊哦，投胎来做人啊哦。佛祖已经灭度呢，已经三千几年啊。忏悔初心都入障啊，不见如来金色身。所以今仔日咱庆幸，咱有福报，咱真吼、哦、很侥幸。有这福报呢，会当呢听到佛法，无法度通看到佛祖伊本人。唔过有这佛的画像啊，三十二相，八十，哦，八十随缘好啊。还阁算未歹咯。哦，咪拄到佛祖，拄到佛法，敢遐尼简单啊？所以呢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所以爱抱着感恩的心情，至诚心，恳切心。安尼，你每一句佛陀念出呢，功德拢无量。啊，你也无恭敬心，无至诚心，哦，心虚虚下下呢，哦，安尼叫拜佛啊，这款人拢总无得得到拜佛念佛的功德地啦。那么，咱寒山大师唔得针对呢，在私下人拜佛念佛人，伊的心情迄款不定，迄款呢不用心，哦。病态呢，伊个讲出来啊，用拜佛容易啊，敬心难；以不虔诚呢，终是寒呢、啊。后壁可能句听好好，伊讲五体虚现空虚力个，哦，孤老苦破也多人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五体就是呢，
两只脚、两只手、甲头壳、五体，吼、哦，虚无就是讲，伊心是要扑射啦，吼、哦、啊拜咧甲地呢，就七爷八爷呢，哦，迄款的心的虔诚心都无呢，这拜好像一个好邪啊呢，用好一点吼，拜的是个好邪呢，我咧拜当中呢，我讲里面呢，规日做体操较好啊，呵呵，要运动规日做体操好啊。哦，因为虔诚心就提不起来呀、啊，心是个朴素啊。如果呢，无虔诚恭敬心啊，因我的虚闲空费力，浪费你的体力尔。纵然你360几斤的骨头啊，这个、骨头磕破去呢，也是呢无采工啊，也多人。所以这总共一句，寒山大师就爱讲咱私下。念佛拜佛人，伊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伊的弊病全部个跳跳出来，甲消炎消炎，然后呢，恢复了咱一修行人应该有的中道是相法啊。你知影哦？所以拜佛的是爱虔诚，哦，安尼心呢，爱一心一意呢，爱有感恩，哦，尊敬心，哦，以这个心情来去拜佛都无唔对啊。来念佛就正确啊！哦，所以啊，这四句呢，予咱一个念佛拜佛人足大的一个警惕，也是真好一个心思啦。咱需了解吼、哦，来看好。拜佛容易敬心难，以不虔诚重视寒，我体虚寒空费力。孤老苦破也多人，我当初看这孤老苦破的突然哦，我感觉真切呢。你拜佛若无虔诚，用怀疑的心去拜佛，无尊敬心去拜佛，是拜一个呢红看呢，拜一个神树的，拜一个吉言的吼、哦。哪怕骨头啊拜到哦，苦破了了去哦，你脚头有苦到真无肉去，见血哦，见骨哦，也多人呐、啊。空虚咱尔，嗯，总是寒尔，哎，就了解吼。所以呢，古就讲一句话啊，讲存于中，行于外，就是这道理。你虔诚伫心内，但是你有了你虔诚伫心内，无人知，你表现出来呢，你举止动作就爱呢，会讲感觉讲，感受会着讲，哦，你人真虔诚，叫做行于中。行于我，无唔对啊！唔系讲你介虔诚啊！啊，结果呢？你所做嘅动作甲行为，用看到讲哦，你根本就是呢，哦，介任性，做个赛个性嘅，哦啊，行为也无影讲，像你嘅心同款，声声句句讲虔诚，爱至诚，爱恳切，爱恭敬，即在你表面上做出来动作，让感受未到啊！哦，哎，就。表里不一致，里外不一致啊！从成于中，行于外呢，这句话是正确。等修道人内心的世界，和看你外在行行为的世界呢，爱一体，爱怎样吼？别来讲内是内，外是外，哦，我唔是内，内唔是我，甲内外分开呢，安尼莫怪呢。哦，除非发虔诚，唔过做出来行为呢。拢总会背道而行啊，拢无影讲遐虔诚的，哦，是来去调机关的，无唔对啊。所以如果讲哦，咱们讲话啊，伊这是讲负面的，讲受到人的弊病。即卖讲讲，你那是如果呢，你拜佛的时非常有尊敬心，心内抱着虔诚、恭敬、感恩。百千万劫难遭难悟的心呢，来这拜佛念佛修行呢，一定得到十种的功德。哦，来看好。第一，即妙色心；第二，出言人性；第三，处众无畏；第四，佛所护念；第五，自在威仪；第六。众人亲护，第七诸天爱敬，第八
期待福德，第九命中往生，第十速证涅槃。讲啊真好，你啊礼佛拜佛人，都即款十种功德利益啊。第一，得妙色心，啥物意思？因你虔诚心去拜佛，虔诚心去念佛，心内渐渐烦恼净化，哦，业障的消除，你福德渐渐生呢。内心的世界具足福德因缘，你外在的面貌相好呢，自然日日成长啊，会得到妙色心呢。因为十方三世诸佛嘛是呢，在修行的时为拜佛、念佛、礼佛呢，来成就于菩提啊。所以经典讲啊，讲十方三世诸佛皆以念佛、礼佛成就于无上菩提，无唔对啊。哦，佛祖嘛是咁样讲法呢，足踏实呢研究教典，哦念佛修行来成就于无上菩提啊。哦，所以咱一步一脚印，照佛祖方法来修呢，绝对袂叫出错，袂叫出差错去，绝对成就指日可待啊！第一，定拜佛礼佛的人得到妙色心，也就是如同佛祖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庄严心就对了。哦，较早有一个技术啦，听我安尼讲讲。咱都拜佛念佛的人，渐渐的心灵转向，相是随心所转啊。你心内慈悲，有智慧，你表现出来这个面貌渐渐的改变，会变慈悲相，变成有智慧相啊。哦，啊你那是呢，有慈悲心、慈悲相哦，哦，有慈悲心哦，但是你无智慧哦，哎，这人面相尴尬啊，尴尬啊呢。好呆好呆呢，所以有人好面呢，安尼看好听是叫自卑相，其实好呆好呆。哦，爱有自卑，爱加这个智慧，啊，你智慧啊足强呢，无自卑加自论哦，哎，你这人看呢，该凶恶，哦，啊，我看你家己呢，哎，安尼轻浮轻浮啊就丢啦，无唔丢。所以呢，有一个技术啊，伊听我讲了讲。是啊，我修行十几年啊吼，我有当时啊会看这个看这个镜就对了，啊看袂出我的面呢有自卑相呢，伊还佫看遐尼干的呢，佫看面遐尼邪呢，哦啊做凶恶个做凶的人呢，迄面拢看拢恶，这人呢唔是人老就人怪，哦迄款红怪无安全感的面的呢，做邪就对了，做伊面像你鬼啊咁走出来面型的啊。啊，两个目牌是咧关公牌呢，翘上天呢，倒翘着咧，倒叉呢呐。好讲修出这慈悲相，事啊困难呢。我讲，你这道生累劫，杀道阎王太重诶。哦，念十年要看无量劫，无得比哦。你做也是无量劫呢。啊，你念佛礼佛，干十年尔，安尼功力干么都突破呢？过去无量世造业的因缘呐，佮无量比。十呢，十个无止呢，哦，所以十年就要修出这慈悲相，讲哦，可能有点困难，但是你啊用功修行，无表示无法度达成啊，因为十方三世诸佛，哦，因在因地修行时，对一个面呢，伊无邪，对一个面无相恶，对一个面呢，是偌好看，哦，茫孤笑比无畏啊，差不多差不多啦，但是诸佛。伊在因地时心，哦，用功修行啊，哦啊，所以相貌渐渐呢，哎，庄严起来。所以是我点解个时，点接近生活的时呢？哎，一百劫修相好功名啊！哦，一百劫，古来千百万亿年啊呢，超贵啊呢。所以啊，哎，一百劫修这相好功名，安尼你该修十年尔。就要修出慈悲相、智慧相哦，哦，确实有一个困难的啦。但是绝对的，我看有人少年的时候，迄面真正足邪，哦，又足阴的就对啦，足干干鬼鬼许型的，
食饱无代志，就是要人投诉；食饱无代志，要人闹后脚筋。那是讲伊来人间的任务，伊使命呢，就食饱无代志，要人投诉，哦，人破坏你啦。啊，生了怨妒心啊，所以心就足邪，感召面貌就咧观光牌啦，啊，相貌就咧做迄个阴面。哎呦，看咪斗阵哦，哎，唔知叫耍有味哦呢哦。有哦，即款人的面貌足邪呢，该邪该奸就对了。哦，那这款经营，你用功修行会改变你的面貌。结果这少年仔足认真拜佛哦，哦，爱一工定两万句的佛号，一工最无拜超五百拜啦。结果事隔无甲十年哦，三年尔面貌就渐渐转变啦。迄关公牌就渐渐哦呢，倒惨就渐渐变落呢，变成溜牌啦，溜牌呢。哦，我看着你袂认你哩啊！介邪、介奸、介恶毒、介无人缘人的面哦，无人缘的面哦，甲要变成诶，一秒色相，三业清净，心灵转相，相是随心所转诶，甲要心有转，伊相也转诶呢。哦，一秒色心呐、啊，拜佛、念佛，就是功德。啊来呢，出言人信，你有个拜佛修行人比较较老信嘛。因为佛祖的界内底有不妄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、不绮语啊，所以口业清净，所以伫大众人群讲话都分量，伊卖讲话便罢，讲话人就爱听伊讲话。哦，伊声频会接上，讲话都咧分量啊，出言人信。哦，讲话出来，人拢会相信你话就对啦。有一挂人哩啊，讲话哦，人不但唔相信，佮拜托人相信，佮咒诅就对啦。无我就安怎，无我就安怎呢？那人世间就艰苦啊啦。吼吼，会知影哦。所以一挂有诶吼、哦，迄个算计啦，哎，政治诶一挂恶斗啦。哦，人啊，这口水战，这口水战啊，这白十七俩讲爆料呢。有你要达成家己目的，甲伊动机，哦，安怎讲报赔无影代志呢？人台湾人民的百姓有大智慧啊，看有啊，这是要达成你目的呢？你真正动机是要自私的啊，唔是为大众的啊。这台湾人民的百姓唔讲忍耐呢，拢看有，你知影哦？一出言人就唔相信啊，白贼起来，伊个是讲白贼啊。要达成伊政治目的，安尼尔，出言人不信啊。那安尼呢，人外世间就破戒伊咯，无咧戒掉伊啊。过来第三呢，叫做处众无畏啦。啥个处众无畏？大众人群当中呢，伊未惊吓，未恐惧，因为伊呢拜佛念佛修行呢，踏实的人，老实的人。当然，伊无咁样结恩怨啊！哦，对这如来正法肯定啊，所以伫个大众人群内底呢，处众无畏啊！你知影哦？啊，过来佛所护念，伊叫拜佛念佛啊！伊拜佛念佛人，佛祖当作是爷囝佛祖啊，所以当然伊爱护你、护念你啊！哦，啊，己有大威德，己有大威仪。你拜佛念佛人，伊自然就袂存世间吼、哦、一个人呢不修偏福啦。伊行路、食饭、困、日落时中，四位以内底呢，哦，弄调整家己啊，调息家己啊。哦，家世穿无好，万一穿无好，海清穿无好，有一个所在呢无好势呢。哦，咪如何面见诸佛菩萨来拜佛呢？去锻炼家己，调息家己，自在为宜啊！所以怀仁禅师要进入六祖慧能大师呢。嗯，那么六祖看到怀仁大师呢，就赞叹阿耨了，讲：呼，东东沙门啊，具有三千威仪啊，八万世行啊，庄严的沙门啊！怀仁大师啊！大彻大悟啊！哦，伊阁受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给授记啊！哦，
那么当时的赞叹来讲，呼，东东沙门啊，东东这个沙门这出家人呢，具足有三千的威仪，八万的世行的弥世界的持戒都好。好，咱人讲讲的哦，就不得了咯。我讲过了，六祖慧能大师是日本的第一号，而这个心目中偶像啊。嗯，嘛听到一咱的国人讲，啊，如本法师嘛是我的偶像的啊。哦，咱听你家己嘛咧心哦，足温馨的呢啊，够有信心起来。哦，过来，众人亲赴，哦，因为你学佛实在嘛，踏信嘛，是人人自然的依靠你，哦，依靠你有安全感，哦，看你身躯边啊。欸，未感觉讲你会搞到我搞怪，有安全感。但伊身躯边啊，会感觉足有希望诶。但伊身躯边啊，会产生一股力量出来。哦，众望所归，众人诶所亲赴啊。大家拢哦，认为你是值得来信赖啊，无唔对啊。诸天爱戴，天龙八部。仰天护法，一切善神呢、善鬼呢，会甲你拥护、甲你爱戴，期待福德啊！因为念佛修行业障一直消的原因，福德一直增长。因为修行念佛拜佛呢，以外爱去修十善呐，因为以外爱广修一切善法啊，期待福报啊、福德啊！啊，最后命中呢，往生西方净土。最后福慧圆满，建成成佛，哦，速证涅槃呢，无唔对。所以咱念佛拜佛人，敢是最后命中的时，心无病苦，心无贪恋，自在安详，来往生西方净土呢，无唔对。所以较早有一个乞讨人，大概四十几岁呢，啊，雄雄呢。叫做肝肝癌，哦，啊呢，伊小弟带，伊阿哥带伊来啊，哦，啊，就要皈依，啊，皈依了呢，我就甲讲，讲医生甲你讲这样，在近期未超过十天会往生，哦，过去迄浪荡，过去咱呢做一浪子，过去咱乞讨人，过去已经过去无得个时光的倒流。但是今仔来搁一副的，你听师父话，今仔日开始食素食，哦，皈依是伊家己要要求要皈依的，讲你一天好好甲拜佛拜一千拜，念佛念四万句，等于了后呢，哦，真正讲龙子是龙子，讲爱饲龙子唔忙饲戆子啦。戆子是戆一世的人诶，浪子是一时糊涂，哦，感情用事冲动诶，迷失了伊理性尔，看住伊理性尔，啊，浪子才有智慧。你讲安尼，一点就破。然后呢，伊就作认真诶拜佛、念佛、食素食。哦，拜到第七天诶时，诶，伊怎拜落去哦？拜个三更半暝哦，到一个饭店嘛，拜的是讲佛来啊，一拜落去呢，就永远无变起来啊。拜佛拜个往生去，百分之百往生净土。佛来啊，你那拜落去呢，就无变起来。这浪子乞讨人，有法都交出这么亮丽成绩单，这是晚年要往生进前呢，善根流露，然后有忏悔心呢。一心归命，三宝归顺佛道啊！搁我都交出这亮丽庄严的成绩单，无简单呐、啊！所以我讲啊，以你过去也先讲病的精神，也不是都讲少的精神，来念阿弥陀佛呢，发愿往生净土，百分之百往生，搁有春呢、啊？用书我知，我知你讲我知，唔免讲遐济，两句就好啊呢，免讲遐大声呢。我拢听有，吼、哦，佫会使佫有一个，佫唔免讲遐大声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我讲你伫拍，吼、哦，不是多讲流、讲台、讲毒、讲骚的精神，也请讲病的精神，
迄款诶勇猛，迄款诶魄力，迄款诶志气，迄款诶刚强诶个性呢，转过来念阿弥陀佛，安尼就真变讲尔，念我一念间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伊讲对话唔好讲遐大声啊，安只有啊，敢有听到歹势呢？边啊，哦，隔墙有耳呢，哼哼，讲唔好讲话开大声呢啊，嘿，注意在就好啊，较早牙青唔好讲啊。也不是做唔好讲个，哦，还是因嘞，伊遐佫带伊来啦。我特别啊发大声，莫非就要助持忠心者哦，互伊对往生净土产生无比信心，互伊倍增啊。我好啊，输啊，唔好佫讲个，看来隔壁有耳，恐听了歹势啊呢。好，安尼到遮就好，安怎样吼？用知。等伊了后一礼拜就往生去啊，佮佛来啊。拜的礼了呢，都永远无变起来。谁讲啊？佛祖讲啊，礼佛、拜佛、念佛、修行呢，我都十种功德啊。都十种呢，来看好。第一，得妙色心；第二，出言人性；第三，处众无畏；第四，佛所护念；第五，自大为仪；第六。众人亲护，第七诸天爱敬，第八期待福德，第九命中往生，第十速证涅槃。诸位看清楚吼，无唔对。咱修行最后往生净土，纵然伫娑婆世间无开悟无证果，福慧也未圆满。唔过你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哦。阿弥陀佛，伊照常教你呢，开发你智慧，爱断烦恼，见思惑，吼、哦，定三惑，无明惑，爱断尽，断了三惑，正三德就对了。最后如来众性发心，就显露出来啊。然后福慧圆满，成佛咯。所以娑婆世间乱世的这个人世间呢？无成佛，无开悟，不要紧。往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、跟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因呢亲人甲你教，教教你成佛就对了。好，你讲你福报偌大就好。嗯，啊，有做个教哦，伊知影众生的心烦恼是倒位，家是倒位，无明是倒位，伊清楚啊。所以要让你开悟见果，易如反掌，倒定泥甘，遐尼简单啊。所以啊，咱成往生净土，一切拢好讲，爱自了解吼。所以你啊，往生西方净土，最后证涅槃啊，涅槃就开悟本性啊，明心见性啊，见到迄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咱佛性是可贵在这所在。所以十方三世诸佛就住伫涅槃当中啊。所以涅槃经安讲哦。涅槃者，即是诸佛之法性也。诸位有看的吼，百分之百正确。涅槃，涅就是不生，槃就不灭。吼、哦，伊伫生灭当中见到这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就是咱的究竟圆满的大圆境地，也就是咱如来众生，也就是呢咱所讲的呢发心呢、啊。各部经典的讲的角度无同款，但从资料呢，咱清净的佛性来讲，哦，这个华严经叫做一心法界啊，哦，法华经呢叫做呢实相啊，其他的经典叫做法身啊，哦，其他的经典也讲妙觉啊，拢总丢，哦，啊，涅槃经讲涅槃啊，涅槃就是不生不灭，而咱清净的法身啊，你知影吼？因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拢住伫涅槃内底，住伫法身内底啊！哦，安尼修行要见自性、开悟本性，也在见这涅槃性，你知影吼？好，涅槃经去讲哦。有佛无佛，性相常住，以助众生烦恼福果，不见涅槃。咱之所以见咱的涅槃性见未到，就是烦恼惑众，把你惹掉、砍掉的
所以清净光明的涅槃性呢，见未到啊！伊甲你讲，有佛祖来人间，无佛祖来人间，性相常住啦。咱的发心，有佛祖来人间，无来人间，伊本来就常住嘛，毋是无中变有的啊，哎，有中变无的啊，无始劫以来，无始以来都就发心啊，有一个反省的啊。哦，这非观诸佛有来无来，你听有无？所以呢，咱呢涅槃自性呢，哦，本来常住伫世间呢，只是咱迷而不觉，安尼尔。啊，仰赖诸佛菩萨甲你点醒，哦，甲你开发你自性，互你建立涅槃自性，安尼尔。所以毋知讲，有佛无佛呢，性相常住，伊助众生烦恼呢，福果。不见一盘，哎，就看有无？哦，这个盘经看你家地，你强强要开悟啊，强要见性啊！一盘经讲过有，讲看有。菩萨以戒定慧勤修其心，断烦恼意，便见一盘。当知一盘是相住法，非本无金有，是故为常。主观吼，无唔对啊！你我大家拢去修行，哦，包含着过去菩萨修行、高僧大德修行也同款。伊这戒定慧庄严一心，哦，净化见思惑，哦，来勤修伊自性就对，然后断烦恼咯，当下就见了涅槃的自性咯。爱知影涅槃，伊是常住法。本来就存在啊，是迷而不觉尔啊，唔是本来无，今仔去才有诶啊，唔是无中生有诶啊，安尼叫做常，你知影吼？哦，本来就常啊，啊，唔是常，就是讲本来无，啊，这么才开始有诶，佛性是本来就有啊，唔是佛祖创造，唔是上帝创造，也唔是神明创造，也唔是梵高开天的时梵高创造。拢总毋是，是咱的性本来无量世、无量劫、无始以来，咱的佛性就存在啊，本来就有诶，毋是本来无人创造出来才开始有诶，无就开始诶，本来就有诶。我毋知讲讲当地涅槃是相住法，非本无金有，是故名为相。哦，安咱就希望安尼，咱佛道就。伟大在这所在啊，也因为是相住法，所以人人会当成佛。哦，唔是讲佛性本来就无，佛菩萨创造出来。咱外道所讲的，基督教讲的，讲上帝创造呀。哦，伊家遐大本事啊，迄邪知邪见，迄唔对啊。咱的佛性本来是相住法，唔是本来无，只有在有诶。你知影吼？就无量劫、无量世以来都有佛性就对啦。这个相住法，哦啊，所以咱爱都希望啊，哦啊，未去消失去啊，啊未去断灭去啊，无唔对，去看好哦，要环境讲话啊，烦恼暗过，众生不见涅槃，大地如来以大方便法，燃智慧灯，令诸菩萨得见涅槃，常乐我净。水烦恼乌天暗地啊！哦，众生不见涅槃啊！所以大地如来，伊阵呢以善卡方便点开这智慧灯呢，点破你讲哦，你有一个常乐五净的涅槃自性哦，如家诸佛菩萨呢来人间教导你，让你明心见性啊！众生不见涅槃。当然，就无多见佛性啊！来，一盘经言讲：声闻缘觉，见一切空，不见不空；乃至见一切无我，不见于我。一是一个，不得第一义空；不得第一义空故，不行中道；无中道故，不见佛性。是啦，声闻缘觉。见一切法空，但是伊无见了不空啊！
伊见着无助啊，见着无我啊，但是伊毋知讲无助能成心啊。伊见着空，伊毋知讲有一个不空，有一个妙用啊。所以呢，伊就咧偏空去啦，哦，偏无我去啦，还佫毋知有一个有我，一个不空的妙用诶。所以伊始终都无法度了解这深深的意义，所以无法度定定有这第一义空啊。既然无法度定定有这第一义空呢，就无在条行这中道解脱法。既然无法度行中道解脱法呢，当然就无法度进入佛性啊。哦，安就知影吼，所以修行安怎？无住诚心，诚心无住，安就无唔对啊。空即不空，不空即空，大家空有呢不即，或者是呢空不空不即，哎，行这中道法，照着定力佛性哦，唔是以偏概全，偏空阿乱去哦，你知影吼？来，佮听一遍，伊讲，涅槃经云：声闻幻觉，见一切空，不见不空。乃至见一切无我，不见于我，亦是异故，不得第一义空，不得第一义空故，不行中道，无中道故，不见佛性。哦，咱要听就听这话尔啦。哦，有大家无助，伊无在条诚心；大家无我，伊无在见我。哦，见空自空。见无我，自无我就对了。声闻幻觉就这类啊，我了像菩萨分呢，大家遐个圆融，中道是上解脱啊。空是不空，哦，有是不有啊，哦，无住是住，住是无住啊，无唔对，啊，大家安在对哈。来，一盘经嘅讲话哦，一切烦恼。一切众生烦恼惑众，不见佛性，以不见故，不得涅槃。凡夫众生拢有烦恼，甲你惑众掺杂掉的。你逐天所展现24小时呢，拢是烦恼心呢。烦恼红晒，唔知外口包饲女人未？烦恼太太遐尼靓丽，遐尼水，外口唔知包饲男人未？烦恼我祖家唔知用拍戏未？烦恼我后生外口出去，唔知看歹囡仔，哦，做恶道人物，做歹囡仔未？烦恼同烦恼西哦，唔知去跳舞未？拍书啊台未？看人咧鬼混未？啊，读册功课唔知安怎？哦，啊，做时代我啊，我事业唔当倒去未？哦，外口手腕无介强，会用吞去未？烦恼同烦恼西。众生和一切烦恼惑众掺杂掉的，所以不见佛性啊！伊不见故，不得涅槃呐！我都见了佛性，当然我都见涅槃性啊！哦，我都相信啊！来，大善的人有善根会成佛，大恶的人有善根会下佛会修行未啊？有那是会哦。杀盗淫妄、罪恶灌满人，是恶不赦的人，照常会成佛，是时间的问题呢，空间的问题呢，时机若到，因缘成熟，哦，照常会成佛。涅槃经佛祖安尼讲：我常宣说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乃至一禅体顶亦有佛性，一禅体顶。无有善法，佛性亦现。以未来有故，一禅体顶色有佛性。何以故？一禅体顶，定当一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哦，讲足好诶！佛陀亲自安尼讲啊，讲我时常宣说呢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何不唔对？哦。有性就希望啊！哦，只要你透过修行的方法，一步一卡印，按照三种教典道理咧奉行，无一个未幸福的啦。讲乃是一禅体顶呢，亦有佛性。一禅体是啥？
断线这些人，像我讲的，十恶不赦的人，杀盗淫妄、五专毕业的人，伊同款呢，伊都有福星。一餐地无有善法，安尼尔，伊是一时无做善法啦，拢是人恶法唔，杀盗淫妄、杀人放火、强奸、共绑票、抢银行的、杀人的魔王、色狼，即款人嘛有福星呢。哦，但是一时做下这偷窃罪业，安尼尔。等下这罪业呐，净化掉，哦，那是修完果报完了呢，佛性也现呐。未来伊嘛会成就伊佛性，现的是变出来呀。哦，买龙珠回头的时阵呐，从一餐提摄有佛性，何以故？一餐提顶呢，伊定当必成。阿尿多如三尿三菩提，吼吼，大恶的人就对了，十恶不赦的人啊，五逆十恶的人啊，同款都会发成佛之心。你看咱台湾十大枪击要犯，哦，还是一挂呢，比这十大枪击要犯更加浓毒的人哦，最后善念而生。哦，较早无一个十大枪击要犯。拍摄公名，秘伫佛寺后边呢，大刚上大悲咒。哦，迄杀人无数啊，共强奸无数啊，抢劫无数人诶，现金流落，到尾呢，私底下化妆去受三皈依啦。遐虽然甲最后去互掠了啊，但是呢，嘛自在呢，互枪杀的时候自在往生去。你想看卖啊？所以。一禅体就是断善根的人，十恶不赦的人就对了。伊爱成佛，只要伊善念变过了后，恶法去除，善心生的时阵呢，爱成佛的时阵，搁注意了哦。咱的自性涅槃，人人具足，这部神圣的专利品，你我大家，咱台湾国所有人民百姓，全世界的有情众生呢，人人皆有福性。自性涅槃自足，无欠无亏了。所以呢，这慧海禅师呢，当朝这里开悟圣境，跟你讲啊，来看好无？你自家保重一切自足，使用自在，不假外求。我将此一时休去，自家财宝随心受用。可谓快活，无一法可处，无一法可下，不见一法生灭相，不见一法来去相，遍是空界，无一味尘喜，毋是自家财宝，自心一切三宝常住现前。讲了水开庄严啊！哦，慧海禅师是过来人。彻底明心见性人啊，开悟圣者啊，伊讲你自该保重一切具足，哦，使用自在啊，不假外求啊，哦，水啊，伊讲有人来参访伊啊，讲你乌白走乌白撞，到处参访神知识，你自该保重本来具足，走来走去撞来撞去。参什么善知识啊？你的佛性，你的如来藏性，你的法身，一切具足，你心内就有啊。使用自在，二六时中嘅使用当中，你是未是不共尔？哦，具足嘅自性，要佮向外去奔波，找种啥去找啥，不假外求，唔免假借去外口去找啊啦。所以呢，慧海禅师悟这自性了呢。一时休气啊啦，都无去变变遐有诶无啊，修行唔免用吹灰之力，轻轻松松开开活活。修行是以心为根本诶，用自家保障，随用自在啊。哦，你要安怎用就怎用，你诶日常生活当中不离自性啊，食饭嘛是性诶用，抓猪嘛是性诶用，讲话嘛是性诶用啊。哦，这困嘛是性啊，行住坐卧，拢都是性的作用啊。
哦，在性的作用当中去回性啊。哦，可畏快活，哎，唔知快活，是阮原来遐尼轻松遐尼快活哦，无唔对，本来遐尼快活，但是你无五性见性当中讲你快活，迄是大妄语啊！做见性人，伊修行呢，唔免用摧毁之力，佫可惜哦。吼，可畏快活，无一法可处，无一法可下。你的性是要怎下掉？你的性是要怎处啊？无处无事啊！不见一幻的生灭相，在生灭当中见了无生无灭的涅槃诸性啊！不见一幻的有来来去去，哦，来去去当中不着来去，所以无来去相啊！骗是风界呢，无一微尘，哦，唔是自家宝藏，吼吼，讲遐尼明啊呐！自心一切三宝。哦，常住现前啊，佛法经在我的心目中就现前啊。哦，你知影哦。所以啊，这话个教条终身受用哦。要开悟见果，看出一脱就对了。来，再念一遍看哦。你自家保重一切执着，使用自在，不假外求，我将此一时休去。自家财宝随心受用，可谓快活。无一法可处，无一法可舍，不见一法生灭相，不见一法来去相，骗是风界，无一微尘喜，唔是自家财宝。自心一体三宝，常住现前，诸位看了吼，这叫做妙用自在。佛法在生活中，生活中就是佛法，在生活点点滴滴的作用当中，见有你佛性呢。重点在这所在，哦，有见性啊吼，该注意重视哈。啊，若还袂见性的吼，甲拄啊讲只话呢，头甲尾呢，后摆只 DVD 会出来，哦，等哦索取来个听个看，保证要见性。这一颗台啊，哇！时间已经超过了，已经哈。寒山大师慧寒哥，明仔载最后一天，十二天再会。Thank you.